件雍正款的红底描金碗，是我拿一尊鎏金佛像跟人家换的。如果女孩真正喜欢瓷器的话，会喜欢那种比较鲜艳的，比如说珐琅彩呀、你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碗呢？就看着有眼缘吧。好吧，让专家看一眼来。好的，有请。八字解读人生，风水改变命运。大家好，居士从业风水26年，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针对八字测算、风水布局、命理分析、事业财运、手相面相、感情婚姻有独到专研见解。如果你的财运不佳、情感不顺、诸事烦心，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-82135，一一帮你调节化解。记住微信266-82135。包括用材用料色彩运用的非常到位，堪称雍正时期的经典之经典。好，哎呀，真不错啊。哎，这种之前有拍卖记录吗？雍正本朝的像这么一个碗，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要7位数，上百万了。哎，要是7位数，是这种红地的这样的。对对对，就相似的这种。哦，那么这件东西至少是500万。谢谢你来到我们我有传家宝，谢谢。来，有请。